通过本次班列，我们将本地的特色农产品出口到中亚国家。同时呢，我们通过以出代进的方式，将哈萨克斯坦的亚麻籽、大麦等产品引进来。下一步，我们将充分利用国际班列的通道优势，为定西及周边企业搭建供应链采购平台，同时增加班列的吸引力，为企业降本增效。